你看了，现在我这个板的那个保护膜也是放了很久的，我这样撕，只能一点一点的撕，撕不下来，比较难撕。看啊，这样放了很久的，就这样比较难撕下来。但是呢，我用这个白电油呢，上面一倒呢，搞湿之后呢，就很容易了，这撕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，看到没有？就一个手可以这样撕起来，就很容易撕下来。然后再往上面倒一点，倒一点，然后你看啊，这样很容易撕下来，看到没有？一个手指就可以轻轻的把它提起来了。看啊，这就叫做白电油，把它弄湿，弄湿之后。这样一个手可以全部的撕下来，就在这个保护膜的这个地方，它粘住的这个地方，这样就很容易撕了。正常情况下是这个板安装了之后，30天或45天之内呢要把它撕下来，因为有些地方那个气候不同，气候很恶劣。所以应该早一点把它撕下来，就做完之后就应该把它撕下来。因为这个白电油的话，一弄的话就很容易撕。就是这个保护膜已经脆化了，它已经很脆的了，也可以撕，就是这个白电油。